毛孔精华。刚才我们的摄影师问了一个问题 ，What is 什么是毛孔精华？好神秘啊 ！What is 毛孔精华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毛孔精华我也不懂，我也什么东西？我只知道上集我们有谈到说，要把那个毛孔盖掉，有一种 wax 这样子擦上去。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没有，我不知道猪油膏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不，比如之前我现在比较好，之前我的毛孔是夸张到，当你一上那个 foundation 的时候呢，它就卡着凹下去的，蛮细的，这样夸张。你现在的毛孔是比较细，就是这么夸张。你一放那个 foundation， 它就凹下去，然后你放粉，它就不平了嘛。对对，就是你上妆就看不出来，这个蜜蜂窝吗？差不多是这样可以，因为以前痘痘的时候去挤，然后我要买一种就是 B 字头的那个呢，就是它涂好像 wax 这样子的透明的，你一盖上去，你的整个脸就滑滑了，然后你再上我要买，好神奇啊！再放你的 foundation， 然后再放那个粉，就整脸看起来很那个是属于妆前乳吗？不是，就是放了精华乳过后呢，你要上你的 foundation 之前的，就是妆前乳。也不是乳，它不是乳，它是特殊的补洞的，我就叫它补洞。对，我是听过这样，可是专门给毛孔的。对，你擦上去过后，你的毛孔就变成很平滑。哦，就是说塞一个东西进去，让你的妆更精致了。这里说到了此类型的这个脸颊涂擦的这个毛孔精华液呢，是并不需要在整脸使用，只是要呢在容易产生毛孔粗大的部位加强使用就可以了。那涂擦这个毛孔精华的方式呢，也一定要正确，一样呢是要以这个指腹呢由下往上轻轻拉提这个肌肤，起这个粗大的毛孔，也借由呢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获得改善，是这样的吗？哦，很像，我感觉不是他说的那个哎。对，这个好像感觉是说为了细致毛孔，有点像 concealer， 好像收缩毛孔的感觉，啊、对不对？对，把那毛孔收缩毛孔，收缩毛孔，它是那种也是化妆水的一种吧，感觉像是那种比化妆水再粗一点，pore refiner， 可能哦。而且我觉得他们说到一点很重要，真的是要这样往上，对，要从下往上，因为你知道以前我化妆啊、是圈的啊。知道我上化妆课之前，我都是用圈。哎，我现在会注意了。护肤品也是圈呢、啊。因为圈的不会毛孔阻塞，不好。其实应该是这样一个动作。你懂为什么？因为毛孔是往下这样上。对。你这样。所以说我们擦这样擦，如果你往圈，它就乱，它就把那种肮脏乱了全部推进去。啊，我以前就是这个还就是，而且我们用护肤品是从下往上，如果我们用化妆品要从上往下。你说那个，比如说 foundation。BB cream， 我们要从下往下，不可以从下往上，因为不然不好，因为不然这样子的话，就是那个粉底，它就会粉底就会卡到毛孔里面去，哦，会卡从上往下，我知道了，对，因为那个不要被吸收了。我们来说多一次，什么东西是从护肤品是从下往上，要进入护肤品哦，化妆品是从上往下，不要进入到毛孔里面去，会堵塞。他说对，要这样哦，对，要这样。如果像我的乳液，我是用来这样拍的。啊，听说拍是最安全的，没有方向。对，那你 foundation 也是用来拍吗？ foundation 怎么晕啊？怎么会晕呢？就是这样拍，就这样，点点点，点一直点啊，点点多久？所以说脸瘦了吗？其实就是说看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用法，有一些产品它是有那种你这样子的动作，会带动它的那个效果。但是我知道很重要一个是眼霜一定要用拍的，不可以用抹的，会有皱纹。拉扯到的太就是用力的拉扯。对，所以这个毛孔精华应该是pore refiner 哈。对，我觉得录完这一集之后，我会大破产、大出血，你去买一堆东西，就把所有想没有的想买的都给买了。可是我觉得哈，你要慎选。对，就会找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这年龄的，那个吧。嗯，接下来这个很适合你。我也是那么觉得。什么 ？T 字跟鼻翼两侧 ，T 字跟鼻翼两侧，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，就一直就改善不到。哎，有些人真的是这里一直出油，然后又一直我就一直是这边 T 字部位啊，而且我毛孔就毛孔唯一不好就是鼻子，我是一点都 OK。近前几个月我们不是很每天都上妆，很有压力嘛，然后每天很多活动根本没有休息到，然后那一阵子哇，我这里爆发哎。我额头爆发哎、额头发痘痘是说明你睡眠就是压力，熬夜也是压力，对，就是压力，就爆发哎、欸！我现在还在爆哎、欸！他们说你皮肤上长痘痘，哪里长痘痘都是会体现出你身体一个部位，下巴，
子宫，子宫，天哪！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下巴就是子宫，好像说女生的这个子宫的问题。对，然后你的蛮准的，好像这边是肝还是哪里、啊？因为亲戚快要拜访了，对对对，所以这里就会对很暗沉。而且就是嘴鼻子就这个地方啊，长痘痘的话是你辛辣食品吃太多了，要注意。那我不会。然后你的眉心长痘痘这边的话，就印堂这边是你心脏不对。那鼻子呢？鼻子鼻翼。眉毛这边长痘基本上都是说你熬夜压力，基本上是熬夜压力、哦、压力。对，我最近压力很大。读书的很多，对，而且左脸右脸好像是跟肺和肝有关。等一下，具体是哪个我忘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摄影师问，那男人呢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后面他说子宫，这里是子宫，肾，他这边是肾虚。肾虚，肾虚，说自己的肾好不肾。哎、oh, no. ，那鼻子，就鼻子这边的话，就可能说也是你最近。不注意自己身体，就是说可能说吃东西比较辛辣啊，或者说也是对，所以电脑用多了就鼻子边容易长痘痘。其实很多人误解啊，现在很多年轻人误解，以为说你的脸，特别是 T 字部嘛，你的脸一直触油，你就觉得你的皮肤很油，其实是错，对，其实是你的皮肤很干。干了它一直出油，油水不平衡，所以的话、哦、当你的皮肤油水平衡了，你的皮肤是不会出油的。我要是买一套油水平衡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先皮肤这不要花钱，皮肤出油是要保护你的皮肤，因为我们皮肤哈、哦，像你的皮肤，当它会出油的时候，因为比如我们手跟脚这些，它不太会这种。这样没有这么毛孔没有那么发达吗？应该是这样说吧。所以你很久没用 lotion， 太干太干它就裂嘛。可是脸、对这些它要保护嘛，所以它就用油来保护，分泌油脂来保护你。然后你就越用的东西就越干越干，它越来越干又越油越油，就是这样子。当你油水平衡了，你用的东西对了，它就不会冒油。哦，对。很多年轻人都误解这个说法。我觉得以后我是买护肤品前先问，就是内油外干，先跟你打探好消息再去买。对，其实要试啊。对，保湿工作要做好的，当然要控制那个油脂分泌。我觉得保湿最比较重要是水，水保湿比较重要。对，如果有水，很多问题就没有了。对对对，有水皮肤就不会干、皱纹，还有一些斑。这里就说到，我再次加强这个 T 字以及鼻翼位置，就是需要呢再次加强的这一个原因了。那由除了这两个部位的这个毛孔就会特别明显之外呢，刚刚说到的这个油脂分泌呢也是最旺盛的位置。就是在说我，这不是说很适合你啊？所以就会对啊，对，油脂旺盛就是 T 字部位油旁边干，所以可能就是你才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这里的毛孔很难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是油脂分泌旺盛，它分泌到它堵塞，可能就是不能，好惨啊！不会惨，对症下药才是这个王道。所以说，在白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加常使用霜状的毛孔调理霜。霜状是什么概念？雪花膏吗？霜状是什么？霜状属于是 cream 吧？英语是 mousse 啊。霜好像 cream 霜是 cream， 我觉得是那种不是很隔离霜很黏的那种 cream， 是那种很高中的 cream lotion， 不是 lotion 啊，就是你们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箱体膏吗？嗯，膏状的霜吧，是不是那种啊？而且你要针对你的毛孔调理霜，应该要晚上就再使用毛孔精华来呵护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买个毛孔精华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产品哦是适用于在晚上用，不能在啊。对对对，因为有些像有一种就是熊果素嘛，如果你在白天用的话，你会吸光，会变得很黑。有一段时间变黑，变黑。有一段时间我去了 Amy 姐，我去 Amy 姐那里，然后她跟我说为了皮肤啊缺乏维他命 C。对，会变黑。对，他就跟我说你要用这个，但是他跟我说你有没有晒太阳的，你的工作需不需要晒太阳，他说如果不需要你就可以用这个，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在外头跑户外的、你不要用这个，你真的会变黑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是刚好看了那个大 S 那个美容那本书嘛，美容大王里面就提到那个怎样养白、第一就是吃维他命 C， 这个是就是必须的养白。第二就是说你因为熊果素这个产品是养白的，但是很多人在白天用就会越来越黑，就是因为它吸光，真的晚上用它能养白。好像左旋烯也一样啊。对，有产品里面有左旋烯的，也不能白。第三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喜欢吃芹菜？我还好，西芹就千万不要白天喝，因为这也是吸光产品。
西瓜视频，这个算了。不要啊，会死的。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芹菜啊，就后来发现到这个，哇，原来怪不得我就近几天我黑黑的那么快，就是白天吃芹菜，我不吃我西瓜怎么办？一样的，就是摄入体内的。对，西瓜这个是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萝卜，那个红萝卜也是会，它有色素。如果你色素比较重，像我本身，就是好像阿嬷这样这种。色素很重，千万不要再喝那个就是那个红萝卜。对，红萝卜。以前我很喜欢喝萝卜，你有希望他们说对会丰满一点的。是维他命贝塔，哎，维他命 B 色素就会重，而且会导致皮肤暗沉变黄。对，我最近长很多痣哎，因为之前我妈妈让我喝果汁嘛，她每天让我喝这胡萝卜汁，就喝到我脸色越来越黄。越来越黄。那谁最近吃了什么？为什么越来越黄？他们说不能吃韭菜跟韭菜。香菜是好的啊，怎么会长痣？长痣哦，所以之前我长很多痣，因为我喜欢吃那个菇菜。是黑色素沉淀吧？菇菜应该是体内的一种色素沉淀。不管怎么样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吃的太多，就适量的吃，适可的就好。没错，广告回来继续教你呢。怎么样自制乳液化妆棉？乳液化妆棉好奇怪哦。